什么意思？不要笑。他到底是 style 强大不笑？你在干嘛？I'm Angie Daydreaming。 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吃一个神秘的晚餐，很期待可以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吃饭。大家能一起聚会的时间也不多，所以可以一起吃饭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就我们要去 Jimmy 的新的公司吃一个 surprise dinner from a private chef， 一个私厨特别煮给你吃的一顿晚餐。すごい。 So it's pretty special。哦，我戴这个眼镜应该就不用化妆了吧。好，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菜单。季节小番茄南瓜浓汤，牛舌清汤，米兰炖饭，牛排，生巧克力塔。然后我化完眼妆戴上眼镜。那我干嘛化眼妆？我两个月前在旧金山，我在等我的饮料，那饮料店旁边就有一家眼镜的店，那我干嘛化眼妆？我想说在等的过程我去看一下眼镜，我也没有要买，我只是无聊想看。然后我就进去，他就说 Hi, can I help you? No, it's okay. 他说 Come on, come on, 我给你看最适合你的眼镜款式。代表说我刚刚一进门他已经观察了，然后呢他就带我到很里面，他就带我到 Low Bridge Nose。他这个两个猪猪，可爱的呢，好像数学有点小厉害。七加二，九，吃饭那边见。Hi, Jimmy's office 的厨房，好高级哦。一个是有写字 Aura Mila Aura 的意思就是那个灵光，所以呢 whatever you send out comes back to you， so you are part of。这支片很多，你录到很多不该录的，所以回去帮我筛选一下。好，没办法，冰呢。
哦。